是的，谢谢各位的与会的嘉宾，今天能够吃得好，玩得好，啊，但我们今天的活动有非常多，那也希望各位如果摸彩券还没有投入票箱的，尽速的投入票箱，啊，那我们今天的会就说尾牙活动，尾牙的晚宴正式开始啊。谢谢各位，那我们现在非常热烈，非常大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会主席洪志华洪会长。再补偿一下啊，这个要跟大家先致歉一下。那也很感谢这个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哈，我们简大翔简监事。他也帮我拍了一个短的视频，就是放在外面电视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所以我想这个今天的致辞，那个我想就很简单了。那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这个抽奖的节目啦等等，所以我就这个不在这里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总归一句话，这个2020年这个是辛苦的一年，但是辛苦那也有辛苦的状况，这危机也是有场地。我相信代表我们去年大家一年真的是比较以前来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今年我们希望能够扭转乾坤，我们台湾的经济也非常好，我们越南的经济也非常好，我们整个越南的形势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稳定的发展，台湾甚至于区域甚至于全世界都一样，所以我相信也有信心在我们这么良好的基础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年一定会就像这边讲的扭转一下。我很荣幸代表侨委会的同政员委员长颁发感谢状给我们洪会长领导的台湾商会。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河内分会积极策划办理庆祝中华民国109年双十国际活动，对凝聚侨心团结侨社卓其成效。我还要是因为在2020年是很困难一年，但是今天还看到你们帮我们打开来，请他帮我们勉励，谢谢。我们尊敬的石大使，那个陈大使陈威海，我们裴仲元裴大使，以及我们今天的主人洪志华洪会长，我们河内李天顺美会员企业们有一个幸福的一个指引。这边呢，我代表总会来感谢我们的洪会长，因为我是新手哦，刚接任，那我期待啊，期待我们2021年的时候啊，能够期待我们扭转乾坤，然后希望洪会长以及各分会会长来跟我们越总的团队一起打拼，好吧？我们台商哦，在这边的投资感言几句，还是先明讲再感言。我讲几句话，很简短。今天的盛会的主人呢，洪会长哦，夫妇协抗力，然后我们的在越运的地方是我可以在今天洪会长他的主要的办理的场次这么盛大的机会，那我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一世千年万里下啊。这个因为今年是牛年，希望扭转乾坤，并不是杨处长属牛不是杨宝宝一样。那个我们用组长的这个大名这个灯饰嘛这个灯光雅饰扭转乾坤，祝这个我们组长这个荣耀回台将来还要步步高升。好，谢谢谢谢谢谢杨组长。来，谢谢杨组长。来，各位嘉宾，是不是给我们杨组长最大热情的谢谢？这个补充一下，再大声谢谢。谢谢。
水和尚。